哎，四川号啊，你身高多高？大了。不赞不赞。就秦朝有个规定啊，这个结婚不是拿年龄来说的，是拿身高来算的。哎，你现在你胡说的吧？我咋胡说了嘛？1975年，就在湖北云梦县出土的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当中明确记载了。秦代时期，男子身高65寸，举箸贯之礼即可成婚；女子呢，身高62寸，行许嫁即可成婚。秦代尺等于多高？我知道，那个33.4。啥呀？秦代的一尺23.1厘米，那一寸等于多少？你数学得是齐老师给你教的，减个零呀，2.3亿。哎呀，所以拿这个来换算下来啊。秦代时期，男子身高1.5米，女子1.4米就得必须成婚。像我这样3年级都1.5米的，我娃，我都当爷了。那不是，那要是找不到1.5米怎么办？大郎，该吃药了。